人工智能跟人的关系未来到底是怎么相处的，我长远看我觉得是乐观的，但是从阶段看很难讲。比如从我们这一行来看，其实受冲击比较大的是中间的有一个环节，就比如说特效公司还有很多美术公司，他们有一个职业就像画师一样的，它是中间环节的一个职业，就是专门画过程，并不是原创，它是不断的要画过程，这个绘画的这个过程很重要，然后最后提供最后的结果。这个行业冲击很大，现在一键生成啊，15年的画师这1秒钟就代替了。